随便的 T， 挺牛仔，羊羔毛外套，高跟短靴，微笑，看左边，遮一下口臭，脚与肩同宽，往右歪。Hello， 我是燕婷。穿搭呢是门学问，除了由内而外的散发美感，更要由外而内的展现自信。拍出好的照片外，也要穿出完美的比例，这叫做动静皆宜。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小资女孩秋冬穿搭教学。必备什么？外套。外套呢分为短版的合身款以及长版大衣款。短版的合身款有牛仔外套、皮衣外套、羊羔毛外套、飞行外套、棒球外套。我个人呢偏好短版的外套，因为对于矮个子来说呢，不管你是开着还是关着都很好看，露出整条腿才能显长啊。近期呢流行韩剧女主角的长版大衣，说真的啦，流行归流行，你也要能驾驭才能展现美感啊。150公分也想当韩剧女主角，有三大重点：大腿的1/3、膝盖处，还有露出脚踝。最后一个 big point， 不扣扣子。为什么不扣扣子走路跟扣扣子走路两个比较一下，是不是不扣扣子看起来威风直率、挺拔、潇洒，又有腿，然后很高？另外扣扣子呢是因为你里面穿的这么美，不打开给人家看是穿屁哦。 I'm just kidding。 再来，里面分三大类：休闲、气质、个性。休闲类，上衣 for example 大学 T、 帽 T、随便的 T、 下半身各类的牛仔裤，不管是紧的还是宽的，近期流行的格纹裤，还有包屁热裤。咦，冬天穿热裤不冷吗？要你管。鞋子我会搭配平底鞋、布鞋、高跟短靴 combine， 帽 T、 牛仔外套、包屁热裤、平底鞋、假大笑、插口袋、靠墙而不站好。随便的 T、 挺牛仔、羊羔毛外套、高跟短靴。微笑，看左边，遮一下口臭，脚与肩同宽，往右歪。气质类，上衣 for example 长版 T、 洋装、衬衫、随便的一件 T 恤、下半身短裙、紧身的牛仔裤。咦，牛仔怎么又出现了？不管我，鞋子我会搭配长筒靴、平底鞋、裸靴、长版 T、 长版外套、裸靴、娇羞笑、 Love and Peace、 脚往前垫、随便的 T 恤、羊羔毛外套、短裙、长筒靴。微笑啊，头好晕，重心不稳。个性类，上衣 for example 短版上衣、长版帽 T、 紧身的毛衣、下半身皮裤，长的或是短的皮裙、紧身牛仔裤。咦，又有牛仔哦。百搭啊。鞋子我会搭配马丁鞋、高跟短靴 combine 短版的上衣、飞行外套、紧身牛仔裤、马丁鞋。厌世脸，下巴微抬，腰突然闪到，左膝放松。紧身的上衣、棒球外套、皮裙、高跟短靴。蛤？坐下，脚一抬一放，外套不要穿好，有烦恼。好啦，那最后呢就是这部片的重点了。穿搭呢是门学问，而这个学问是指如何穿搭出自己的美感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自信，而不是去取悦别人，因为别人喜欢你穿搭什么样子而去配合他的样子，这样就不是你自己了。只要你穿搭出了你自己觉得是你的风格的衣服或搭配的话，你就是最好的，你就是最美的，你也是最帅的。那今天的穿搭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